再来我洪主来公诉，讲哪会使？好，我讲一下，咱遮的庙啊有，哦啊，其他县市也有庙，即个慈善团体，勇敢本人也好，也是讲做出名代表。主席哈，咱陈志勇副主管各位代表啊，后壁迄个中破料遐吼，已经把咱好食料理已经捧出来啊，咱即嘛唔通客气哦，咱这边啊蒜菜呀啊，咱即嘛开动啊，把酱酱来转变啊吼，虽然三间行工作啊特别啊来奋斗，来煮这个好食料理，邀请咱三间啊这个肉丝甲国语老人吼，啊来咱三间工作这个大家庭。啊，来感受这个贵节的温暖啦，吼！啊，因为咱三星除了弱势团体以个家庭以外，特别的掌声欢迎，这个独居的老人亲戚，啊，因为咱的点这人口嘛，比其他乡镇较悬吼，啊，亲戚家己的事情拢自我保险吼，啊，所以我们咱今日吼嘛，特别拢邀请亲戚独居老人吼。来共同对接哦，在这个啊，大家在养育彼此当中，咱特别嘛叫小朋友来拍甘露啊，或者是大人看，啊，佮分这个陶笛啦吼。啊，等下呐，咱饭食完了后，咱特别吼啊，就天时马上变西饼啊，唔盲讲啊，咱这个中秋节，啊，当或者弱势佮是大人，佮独居老人，会当感受到啊，咱这个社会关怀啊，佮政府的温暖。